为了争夺家产，客户的舅舅把他的爷爷软禁在了一家疗养院。狗血争家产剧情，第一次离我这么近。我们的目标是把客户的爷爷救出去，但是动静不要太大。你找机会把信给客户的爷爷看，让他按照信上的指示配合我们逃离。我会改掉护士的排班表，配合你的行动，同时干扰监控和保安。电梯会指大地库，客户在那等着了。合同呢？合同找到了。谁在里面？下次任务不会也这么难吗？你要是现在就退出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折扣？下一个任务，帮客户从他老婆那儿拿到一张门卡。跳舞的时候最容易拿到卡，记住这个顺序。这儿。给我追！